嗨，你们好，我没穿衣服。没有啦，是这样子哈，关了。不知道我睡不着觉，这个也不算是失眠吧。我有的时候会这样子，就是睡不着觉。这个很多人都会，也不是只有狂人嘛，对不对？那重点不是这个，睡不着觉那干嘛？那就来拍第四集吧，好不好？好，来看一下。刚好有一个人在我们隔壁耶，这可洛尼巴斯是紫色的，然后他是57万。昨天有观众问说这些账号是怎么来的，怎么没有？这都很简单嘛，就是说你可以去买一个也可以啊，对不对？他有一些有这个本身有资源的。那就是依据你要什么东西都花不同的价位啦，是吧 ？OK， 那么啊，283有了，250万，哎，这一次就有参考价值了。我个人是认为，如果我们这边速度快的话，可能慢的话是稳输嘛，对吧？我们真的速度够快的，够快啊！但是看他索尼克，啊，索尼克他提速了。不要，你看狂人，狂人这速度够快，真的是够狂啊！哇哇哇，这水龙，哎，还真的是有点夸张嘞，真的是有点夸张，哇！我的妈，我真的是，哎，真的是我的妈，有点夸张啊！这个打不过我们了，你相信我了，他打不过我们了。就是刚刚那个看起来不错，哦，有龙卷哦，那我们看一场龙卷。对，刚刚那个打得够刺激啊，超刺激。哇，这狂敲哎，这简直是这风不正嘛，这刚敲碎了，我的天！哎呦，这可能龙卷有机会要倒，是不是？看一下，哇，前排完了内伤，后面龙卷直接给打爆了！哇，想不到这么精彩啊！再打一下，你看看这水龙，哦，又来了，哦，这个就是刚刚那个，好，我们想办法，好不好？想办法看有没有机会，有没有概率可以打赢他。那我们先去整理一下身上的东西，还是绿色啦，只是变成绿色两阶，好不好？然后狂人这个技能都没有点，我必须要告诉你们，我们点一点点好了。这个武器也不好看，至少就是点一点点哦，也不求多。然后我手办那些都还没有用，我不想用太强，好不好？这都还没有用，你看我都还没有用。好，那我来看一下这个征服卡，这位目前多了一个生命。装备目前是这一套 ，OK。那当前的话，攻击力跟昨天差不多，还是97000，然后生命是31万。我去看一下，先去看一下刚刚那个速度，我们是算快了。开局还是冒火，然后直接先产生了不虚，然后水龙就一阵毒打，389万。你攻击再高一点，他可能就打破了。哇哇哇，这哎他真的是狂锤哎，真的狂锤哎，这倒是要狙死一个。刚刚有发现这边有一个新的东西啊，只是我已经按了，有没有？它一键更换底座，很方便。你有很多底座，你不用自己装了，你按这个就可以全部装上去了。你看我这边准备了一些底座，然后按这个，有没有？啊，战力提升了，它都把底座给装上去了。这个地方可能还是要看一下，因为到了第五关，第五关就水龙，你拿去打的话，都一瞬间而已。你看哦。第二个地底王打过来，水龙的血条会有不屈嘛，清空了。那我们这边就是一瞬间要给他解决，啊，没有解决的话应该就输了。好，来看一下，这第一轮，品牌倒下来，等一下还有水龙一只，这个也没问题。这下一轮可能比较难，第一次血条被清完了，然后他就梦境之在那边狂敲他。哦，这把地底王直接敲掉了。刚刚前几场都是这样子，前面几关，这次还可以吗？哦，很快打到后面，哇，直接给你敲掉了，还是可以打赢嘞。因为我想说要打后面一点的话，装备比较好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需要装备，所以我在打。我后来打架打到睡着了，啊，如果能够说这个打装备打金龙族打到睡着，那也是多么安详的一件事情，是不是？好了，这个装备的话应该是有一些了吧，我不要那么多速度了。来啊，来个帅气的，有没有看到攻击不慎？应该有啦，我打不少耶。没有的话，有，再见。哇，这下面是怎么回事啊？冰冰冰冰啊！那我们把这个先弄掉吧，然后等一下，很多事情，这不行，这我看看哦，216、270的，好了，我们省10个钻石。然后接下来这个强化，这才叫够多，你看我下面有没有看到？
我要一举把那个大牛给他推倒。是啊，来喽，爸爸又回来了。然后这边我们哇88万了，不要这么强啊，这样可以了，这样可以了。哎，这个，哎呦，水龙头，广西水龙头越来越强了。好，我们的金刚战士现在要准备出关了，来喽，广西水龙头36、40、50，要启动，这个先启动，激活。哎呀，角色历程，梦幻碎片，然后这个真的是有点少哎，是吧？没关系，我们先隔山打牛，把那个高山给它打下来，走。啊，讲到高山，又突然想到以前的过世的歌手高凌风。至少他也是蛮乐观的一个人呢，其他我们不讲，对不对？他是算是蛮乐观的，还有点想他了，好吧？250万，昨天是他嘛？对，我们看有没有办法把巨石打穿，打穿之后秀给大家看。我们目前的属性也没有多高，就高一点而已。因为我想说，就说战斗看一下能不能高一点，跟巨石抗衡一下，把它拆下来。你不能太高，你太高就把它秒掉了。哇，巨石还是厉害厉害。还没，来了，给他踹过去啊！390万，再给他踹过去，帮不破掉，再给他踹过去，哎呦，他昨天是两个护体，哎，还有一个护体，哇，巨石的防守性能还是有的，90万踹不掉，250万，什么？满员？我昨天没打吗？我昨天不是啊，我有打啊，他怎么会？难道？啊，算了，我给他重来一下，我打就，我昨天有打才对啊，对啊，应该是有打，好了，算了，没关系。奇怪，我对自己那么严格干嘛？对不对？有没有打又怎么样？没打又怎么样？那么认真思考，是啊，这个我们是很认真思考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事情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刚刚没秀嘛，13万了，13万还扛不下来，这个上来。哇，连紫色的卡都有了，阿弥陀佛了，真的，这个对手，好吧，我们刷一下属性，怎么又是无视防御？这无视防御超多，我昨天有一段没有拍影片，其实一堆无视防御，然后那个卡都被刷到整个废掉了，对嘛？你要攻击加成嘛？攻击 percent 嘛？攻击加成，哇，哦，好了，先这样子，那个先这样子了，我们先弄别的了。这其实也不好哎。好，那我们这里，我来喽，我真的来了，两颗星，这个不够，刷一下就有了，是吧？今天先赶紧的好不好？我们先换一点就好了，这没关系啊，明天再说，明天后天再说都可以啊，先放着。然后这个先弄，好。没有材料了，15万可以了吧？有没有资格啊？没有资格的话，我们还是要拆哦，我们一定要把它拆下来。拆除大队，广西水龙头，一定要给它拆下来，不拆不行。我要看一下这个巨石的能耐，多少程度可以把它拆下来？咦？啊，我怎么我的瑞利克怎么那么小声？延迟了是不是？哎呦，980万，广西水龙头。广西水龙头980万，护体再给他打过去啊！哇，1300万打过去还没有破，再打过去。我再看看广西水龙头拆不了军事啊，那不能用太强啊！但是问题是现在卡住了、啊，这什么泰伦啊？我们是对手，走，搞一点天赋吧，还有一些装备吧。好，狂人等一下回来。好，这个安装，这个哎安装了，两个安装了，这个狂人有空再自己用。还有下面这个我们给它搭配一个活力好了，可以了吧？哇，你太高了，这18万多你要给人家锤掉了，真的是要给那个巨石锤掉了，是吧？给他好好的上一课去了，结果我们变成117万，我们这个也太高了吧，对不对？这什么时候要变得那么高了？好好的给他上一课，这一次可以了吧？有没有办法？巨石这么强啊，来水龙340万，1740万，已经达到1740万了，又来了，有如舞刀大会一般，1430万，最后这一下，这一次过去，再一次还没有倒啊！不过水龙竟然撑下来了，这次攻击变高，护体也增加了，巨石没有
有专属性。哇哇，先不要强化，再一次啊，这有关暴击率跟暴击伤害的问题，还是有机会。再来，舞蹈大会没有打赢，这个居士只是一个小喽啰，你都打不赢啊！在动漫里面，你好好去打出，你现在连居士你都打不赢，是吧？当时这个舞蹈大会。豪杰不用来，居士来就好了，有没有搞错？你看水龙的护体有没有看到？身上刚刚三格，现在四格，再来吹一下。老头子，不是老头子了，是帮浦啊，不是老头子啊。哎，不好听，帮浦老头。然后，哎，还是倒，340万，比刚刚更惨。情何以堪啊！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？不必要这样子吧，对不对？你现在。怎么会不够啊？这怎么拆掉都不够，很荒唐哎！不行啊，今天要拆掉它、啊，不行啊，没有办法，我要拆掉它。啊，差没多少，我想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我想完了，我们等一下再回来，先把这个装备有没有拆掉？先换一点点，不用太多，先换一些嘛。然后还有刚刚真伤的角色没摆上去，我忘掉了，这些换一些就好了。我要买一件1500的。500、600，再一次，再一次 ，OK， 够了，够了，走。等下派天空王，给他真伤应该就掉了，是吧？这里还有一件披风，来，啊，差一点啊，差一点啊，再来，再一件，再一件啊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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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了五道长裤，看了就拉了，直接给他拉下来，生命，生命，啊，宝宝还有啦，爱死我，哎呀，继续啊。来，攻击攻击 percent， 攻击攻击，哎呀，攻击攻击 percent， 攻击攻反攻攻击攻击 percent， 哇，下面还飘了这么多啊！再来，再来，西装领带，生命生命 percent， 攻击攻击 percent， 生命生命 percent 啊！啊，这个是下一期都可以用啊，漂亮！再来，攻击攻击 percent， 哇，这件也不错，不过跑歪了，走，这里人。187啊，加超少，你看那颜色根本没有差，你看到底到蓝色，对吧？这给你加一加个几百，加几百什么用？唯一是有帮助，可能这个点一点。现在这个都很微弱了，不像一开始游戏刚开始，现在很微弱，是吧？这么微弱的东西，有没有搞错？118万了，哇哇哇哇哇，不得了，48万的生命值。这个时候去敲一定会输，因为呢要搭配天空王，对吧？你要搭天空王，我们上来就可能赢了。然后钉锤头先下去，你内伤嘛，对吧？那我们这个伤害也增加，同时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非常 important， 真的是我们的强者圈都没抽。哎，不对啊，我爆山也没有吗？爆山有啊，这个我有啊，这我有啊。那我们改成爆山的核心好了，对吧？可以加暴击伤害，这好像到720了，600了。OK， 走，我们去竞技场，把今天该做的事情给他做完。这一场我们要赢了，顺便欢迎暴山大爷搭配天空王，最终我们将成功取得胜利了。哎，那还少一只科技钉锤头上来。我们是英雄，英雄一定要想办法打赢怪人。这场，来，暴山大爷搭配天空王。看一下水龙哦，可能要到2000万喽，有个夸张，青铜组有史以来最高伤害。来，水龙来了300万，900、1200、1200万，不过好像很稳健啊，这个步伐变得很稳健。1240万，居士这一场还在格挡，还在格挡，还在内伤都没有中啊，不然他应该是有机会要倒了。哇，这个刚刚全部都没有中啊，为什么啊？闪掉了是不是？靠下来，继续，一切都是运气。天时地利人和，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是对的，对吧？这个地点也是对的，这个人不大合，人可能不合，核心有问题。他是崩补的，给他靠下来。暴山大爷就是强，暴山大爷内伤，你看居士都是0001，夸张啊！哇，居士都命中不到他，真的要把我逼疯了！你真是要把我逼疯了！我不想做的事情，你偏偏要逼我们去做，很奇怪。好，商量一些东西，196000了，好不好？是吧 ？OK， 我又来了，再来，
台战青铜组就遇见这样卡关的对手啊，这一期也是有得打的、哦，对吧？他青铜组一个对手打不赢，打不赢就给他靠下来啊，你管他的，就要锻炼嘛。我们今天不是为了战胜他，我们是为了战胜自己吗？930万再给他打过去啊！这屋子一招给他喷掉，哇，他怎么都没有中啊？有中一下，有没有看到？那就中一下，再给他打过去，他快倒了，你就不多中一点啊？水龙与居士之间的对决，还是倒下来？我的妈！等，违停，违停。广西维廷先生，广西维廷那个卓越剑也没有啊，不过强者还有600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还有铜帝或什么，到时候还可以增伤啊。但是现在今天要想办法再来继续。我们再来看一下，190,000多的攻击已经冲得很快了，来。哇，你第一时间还是开了不屈，然后后台这一列直接打完1300万，这一次应该有了吧，伤害也变高了，变内伤完之后还这么多零，还有个吸收，吸收完了之后再锤过去，再锤过去，再给他爆掉 ，yes， 哦、oh, yes， 我们获胜了，我要先跑了，我先跑前面，不行，跑什么？背心，侠泰伦，是吧？我在这边等你，我怎么可能先跑了？我在这边等他，好不好？今天广西水龙的影片要告一段落了，我们也是打了一阵子啊，这个装备也越来越好了，是吧？你们看水龙的爆炸性攻击，还真的是连龙卷也不输哦，啊，不输龙卷的，啊，非常强。好了，再见了，长得很像严正国。好了，拜拜。